人呢，因为健康，纷纷的爱上了运动，对不对？那我自己本身其实也不太爱运动，但是呢，因为年龄的增长，逐渐的增长呢，我就必须要做一点少许的运动。所以你们看看我的背景，就知道我现在要做 gym 啦，对不对？ Before 在做 gym 之前呢，我有一个东西要跟喜欢运动、跟喜欢买运动服装的宝宝们分享。哒哒，就是这一个来自 Nick Spot 的牌子的运动服装。哎，别紧张，这只是他们的外包装，他们的衣服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打开来看看里面吧。这是米驼色的衣服，穿起来是非常清秀的。然后呢，再开另外一个，这是他们的辣椒红色，穿起来非常的显白。那我们先穿上这个辣椒红，再跟大家分享吧。穿上了我们的 Nick Spot 辣椒红的运动服装过后呢，它的肚子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真的是很暖很舒服。然后它的裤子是 100% 麦克玻璃的哟。他们的衣服呢是完完全全跟着男女的身形弧度材质而成哦，尺码绝对是标准的，所以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不用担心，只要跟着你们普通的尺寸去购买就可以了。他们呢分别有 S 到 XXL size， 那颜色方面呢也是有很多个选择，你们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看看哦。那么呢，现在我穿这的是短袖款的，他们也是有长袖款的，长袖款的呢只有黑色还有红色。那为什么呢一款普通的运动服装我会这么推荐呢？是因为呢他们的服装的布料呢超级的舒服，超级的透气，感觉就像它的布料会呼吸一样，也有 Ultra Cooling 超冷感的功效，它可以帮助你降温7度哦，排汗度很强，久穿呢也不会闷热哦。超轻盈布料只有68克，非常适合旅行、背包客、外出公干、户外活动、登山者、露营者、脚车族、 Yoga、 Gym、 打羽毛球等等室内室外运动活动，尤其是登山与露营非常的推荐，超轻盈且不负担哦。它的 Super Quick Dry 超速干是最让我出乎预料的，采用 100% 高科技软料，不会脱色，能保持颜色持久，多年穿着依然颜色还会保持亮丽哦。携带出门也非常的轻巧，只需要把衣服折好收进他们附送来的防水收纳袋内，小小的一袋不占空间，非常方便。而且他们的布料是不易皱褶的哦，所以不用担心衣服收进收纳袋内会变皱。上班后呢，如果要直接去 gym 或者是 yoga 的宝贝们呢，你们可以把这个 Nick Spot Waterproof 的包呢丢进你们的背包里面，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带出门啦，马上跟汗，马上运动去，轻巧不占空间。防水收纳袋也可以让你在运动后把衣服收进收纳袋内，方便把干净和肮脏的衣服分隔，不用担心防水袋会肮脏，这防水袋也是可以拿去洗的哦。这个牌子的运动装呢价格非常的合理，好处也非常多，我自己最推荐的呢就是他们的衣服的轻度，而且呢非常方便的携带出门，又不容易皱褶哦。啊，还有差点忘记，他们的修身设计呢是非常显瘦的哟。说到这里呢，喜欢买运动装的宝宝们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逛逛哦，现在有做促销，而且是免邮哦，还等什么呢？好吧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拜。